大家好，谢谢各位朋友和各位粉丝的关注啊。本来呢，我的视频号其实是我自己修行的一个地方啊，因为自从我开始研究道家的学问和中医之来呢，我就找到很多名师的资料，找到他们的资料库之后啊，我就感觉像金庸武侠小说里边，我进去了一个秘库哈，里边有很多的武林秘籍啦，并且很多武林的秘籍都已经不只是以书的形式，而是一种视频的方式，好像老师在洞里现身给你讲解各种武功的武器的使用方法啊，让我学到了很多很多啊。有一些很重要的要点呢，我觉得要事后要经常复习学习的，我就会把它录制到小视频，放到我的视频号里来。实际上这里都是放的我的一些小宝贝。当然了，一不小心有一个老师的某个讲解哈，被粉丝们发现，然后突然我的视频号就得到了非常广大的关注了，每天有几千粉丝来关注我了，我就有一点受宠若惊了。所以呢，今天我就做一点小福利啊，希望回馈大家。就是呢，每一个老师了，其实无论是道家还是中医来说，他们都有一些，就是他们在讲医啊，或者在讲道的过程，总是有意无意的露出几句养生啦、护肤啦、美颜的这种方法，小方法，可能短短带过几句，但是都会被我摘抄下来、记录下来。我觉得，哦，这个很有用啊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就整理几点呢，在这里分享给大家。其实，中医的养生啊，跟或者道家的养生啊，与我们现在的很多生活方式或者是健身方式呢，健康方式可能有一些不太一样，我就分成几点吧。第一点呢，从道家或者中医来说，对于我们的养生或者美容来说，是建议要多吃一点肥肉的。没错，是肥肉啊，脂肪或者叫胆固醇啊。我是从这么几点来理解的啊。你看《伤寒论》里边有很多的关于肥肉的方子，尤其是少阴篇啊，比如猪肤汤啦、猪发膏煎啦啊，这种方子都是完全补我们阴虚的啊，就是里边内脏都已经虚掉了啊。然后呢，台湾 GT 叔叔有讲过啊，比如我们经常说壮阳、扶阳啊，那种附子类的药啊，那种扶阳药，如果你身体内的脂肪固醇这个储备很低啊，就不建议去用，因为会把你的身体烧干的啊。当然了，从我的之前的学习呢，也了解过，从西方医学来说，他们解剖开我们的身体之后啊，发现我们的内脏周围都有一层脂肪膜包着的啊。曾经有一个医生也给我讲过，这个脂肪膜，黄黄的脂肪膜，是对我们的消炎是非常有帮助的，因为我们的内脏如果发炎的话，这层脂肪膜就会过去把它包住，把它包住，把这个炎它就会把它掩盖住或者是消灭掉啊。现在很多人他得了一些慢性疾病啊什么的，你就看到医生会给他开各种各样的激素类药，激素类药查一查呢，都是一种类固醇。什么叫类固醇呢？就是类似胆固醇的东西，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内的脂肪太低啊，所以导致了我们的整体的免疫系统消炎功能已经差了很多，所以呢就补充一些类似胆固醇的东西来帮助我们去消炎。既然这样，我们为什么不吃一点胆固醇呢？是吧？再一个，很多人会担心啊，胆固醇高了呢，我们会容易血管堵塞了，得心血管疾病啊。但是呢，有一个权威的医疗机构做过研究啊，胆固醇高的人啊，很少发生癌症，很少发生癌症。并且胆固醇什么算高啊？一开始时候呢，我们认为过了300啊就算是高的啊，但是后来发现呢，200几的人也会容易心梗阻塞什么的，就把这个胆固醇要求呢又降低，降到250啊。后来发现250之下的还是有人容易得心血管疾病，于是又降到200啊，甚至更低。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自己的胆固醇率可能超过200，他就说你胆固醇偏高之类的。其实这个东西我个人认为是有一定值得怀疑的地方。还有呢，从我个人来说，胆固醇高的话，顶多我就是心血管问题，我可能心脏病脑溢血崩就走掉了哈。如果得个癌症呢，我可能要
生不如死的，要活很多年，生活质量很差。所以我选择一下的话，我宁可选这种马上就走的方式，也不想在床上痛痛苦苦的挣扎这么多年。然后呢，从我们的美容来说呢，其实我们的肉体的弹性啊，都是好的脂肪来支撑的。如果你完全身体里面脂肪率很低了，你这人就显得很枯槁啊。所以呢，脂肪对我们身体是很重要的。但是很多人说怕胖啊什么的，其实我们身体很多的胖啊、肿啊，都是一种积水或者是积痰或者是淤血啊。所以我们要减肥呢，就不能从减脂肪入手，而是从把我们身体里面的淤水啊、积水啊、坏的死水啊，把它排出来。这个中医呢，也是有很多的方法来做这个事情的。因为我们看一下，我们中年人的发胖和小 BB 啊，那种小孩五六岁啊，他们那种胖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他们那种胖是非常有阳气的胖啊，但是过了中年，很多人说我喝水都长肉，那种胖你会看到是一种死气沉沉的胖。所以那种胖你一看到并不是好的脂肪在支撑的。好，今天说的挺多了，其实我还有好多点其实想再说，以后再做视频慢慢讲。在这里呢还有一个福利啊，就是有一种美颜的中药的一个方法啊。这个中药我们平时可能很难用到，但是我学到这个方法之后去药房买，发现哎挺容易买到的，并且特别便宜，大概几十块钱你可以买好几两回来呢泡酒啊喝。也是我觉得我已经大概用这种方法用了半年多吧，我觉得还是有效果的。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我视频号主页上啊，我的微信，然后加我呢，我把这个方法发给你，是个文件的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谢谢，再次谢谢朋友们的关注和点赞。